大家好，我是参加2021年 RYT 200师资周末班的学生莱拉。我参加 RYT 的原因是想要针对瑜伽体系，尤其对于身心灵的开发能够有更深入的了解。我们在开始上课的第二周的时候，其实很幸运，就是政府宣布了三级警戒，当时是不能够上实体课程的。那原本我蛮担心后续的课程没有办法进行，但是瑜伽经的老师跟工作人员们其实都反应很快，很快的呢就将课程转成线上的教学。那我原本担心如果转线上的话，老师会不会没有办法好好的将体式讲得很清楚，或者是说能够看到每个学生的状态。不过瑜伽经呢很快的就把整个摄影的设备进行升级，那当然我们学生也必须要将自己的镜头调整到位，那这样老师就可以针对我们的状况进行很正确的指导。那所以想要参加瑜伽经 RYT 的同学们，其实不用特别的担心线上的课程，因为在过程当中老师都会给予配套的练习方式。那我自己呢其实是还蛮享受在瑜伽经 RYT 的学习，因为这边的老师除了有非常深厚的体式教学的经验之外，更重要的是老师们总是会给予我们很正确的瑜伽知识以及哲学上面的观念，那其实对我来说都是很有正面的体验的。那希望我的学习经验对你有所帮助。 Namaste。